心。还想忙点干。国外他们厕所真的很干净，比厨房还干净。他们我看、看电视，他们就坐着嘛，一边拉一边上大厕，一边吃东西。那个是他们从里面拉出来的那个是吧？是除臭剂的那个，可不可以的？那个呀，你试试一下。你像黑色的不行。主要是现在，他们那个台湾危机在那里把那个插头占了。那你这个是怎么打出来的？是他们以前打的，所以哪有啊？不是这个呀。不是这个。不是啊。那他们。你拉出来都没有打过呢。他们在维修，你先把它拔出来先吗？